简大人，你可是大内侍卫总管，竟敢无故拦截和硕公主的出嫁队，该当何罪？奉懿旨，缉拿维新乱党放肆。这可是和硕公主的出嫁队，哪里来的什么维新乱党？有没有维新乱党不是你说了算，我要搜查。简大人，你要三思而后行。哼，你有几个脑袋，胆敢阻挠大内高手查案？ 和硕公主，小的得罪了。公主，公主，你是何人？我是公主的陪嫁侍女。公主呢？ 公主从水库那边下车，沿小路走了。哎。 几位客官，你们是要吃饭呢，还是住店？有上房没有？现在还有三间，客官你要几间啊？一间足矣。行吧，那你们跟我来吧。 几位客官，就是这间了，看看可还满意？ 小婉，你要再在我钓鱼的时候打扰我的话，我就把你扔到湖里去。哎呀，掌柜的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？咱们客栈里啊，来了几个被官府通缉的案犯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他们一行有六个人，五男一女，却只要了一间上房。我当时就觉得可疑，那女的好像是被他们劫持过来的。我带他们送进上房之后，在门口偷听他们说明说话。 他们说：“我看这家店比较隐秘，也适合藏身。我们先暂且安顿在这里，等日落之时，我进城去查看一下官府的动向，然后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。”“好，我们一路躲藏不易，不要到紧要关头马失前蹄，还是小心为妙。” 行，那你先去吧。 我随后就来。 姑娘，借不说话。姑娘，能否帮在下一个忙？你是上房的住客。是。你要我帮你什么忙？能不能帮我进城送趟信？你怎么不自己去送啊？实不相瞒，与我同行的那几人是绿林劫匪，他们掳劫了那个姑娘，想去贩卖。
我想请你拿着这个去官兵所在的医馆找吉恩大人，让他火速派兵营救那个姑娘。这是答谢你的。放心，我不要银两，现在马上去办。多谢姑娘。小德，哎，刚来的客人住哪一间房？住二楼第一间房。没事，好多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自己，刚刚途中崴了脚，影响大家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要不是你仗义相助，我怎么可能到这儿来呢？您忘了，您可是来护送我的。哎，说来惭愧呀。没有给你准备一份新婚礼物呀，我就当您欠下了。好好，我欠你的啊。公主，水打来了，洗把脸吧。哎，小德，哎，小婉呢？有一会儿不见了，估计跑哪偷懒去了。越来越没规矩了，我去找他。哎，收拾一下。大人，您带兵来我客栈干什么？大内侍卫，你要来我客栈捉拿什么人？捉拿什么人不用你管，胆敢阻挠者，杀无赦。上。过来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报官，抓那几个掳劫良家妇女的劫匪去了。谁让你多管闲事？我就是有错吗？净给我惹事！他们不是绿林强盗，是同行之人。我看到时候你怎么跟别人交代？才不是呢！你过会儿就知道了。把他们给我拿下！公主大人，快走！快走！快走啊！怎么办？你走啊！你不走吗？掌柜的，这就是那名被掳劫的女子啊！官兵要杀我，请上下救我！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和硕公主奉旨来广州与镇海大将军之子成婚的，却遭到大内侍卫不明原因追杀，请上下救我！想跑？你有何为证？我有金牌为证。那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走，走。哎哎，等等我！你这个叛徒！哼，笑话！我原本就是大内侍卫，抓的就是你乱党，把他给我带走。走，给我追！是是。报告大人，没有抓到。报告大人，没有发现。报告大人，没有抓到。报告大人，没有发现。大人，没有。来，怎么办呀，掌柜的？我又犯错了。闭嘴！
谢少侠相救。如果我能侥幸存活，我定向皇上请旨，赐你锦绣前程。公主，在下救你，并不是为了从你身上得到什么。我们家掌柜的那可是名震广州的皇城可，他要是想……要你多话。你就是铲除玄阳教、阻止九王爷谋反的皇城可？正是在下。我在京城就听过你的英雄事迹，想不到今天有幸能见到你。公主高抬了。黄公子是侠义人士，你可否仗义出手，帮我救出我的随从？公主，您能否告知大内侍卫为什么要刺杀与大将军之子成婚的当朝公主？皇上推行新政，想要救亡图存，改革官吏，举荐任用为亲之人，裁撤结党营私官员，任用为心之人，朝中大乱，太后将皇上幽禁，下令斩杀所有支持皇上维新的大臣们，皇上为保维新大臣不被全部绞杀，将推行新政的首辅大臣方大人交付于我，让我以和亲的名义将方大人带到广州，把他交到支持皇上维新的镇海大将军手中，伺机让大将军把他带到香港，继续维新变法之命。不知为何，他的行踪被大内侍卫得知，他现在凶多吉少，请皇公子帮大清国救他。那个身穿灰衣长袍的老者，就是方大人。对，就是他。行，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我随后就来。小婉，照顾公主。哎，我也要去。侍卫眼里还有没有一点国法？他们一贯如此，害死了那么多百姓。这里没有方大人的尸体。我的伙计呢？小德，小德。应该让你今天进城看戏。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。是皇上赐予我的亲随，我曾经向他们许诺过，等我把方大人平安送到广州之后，
我便让他们回乡探望各自年迈的老母。现在看来，是我失言了。公主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，这里好像没有你要的人。我没有看到方大人的尸体。定是吉恩将方大人抓走了。吉恩在哪儿？你要找他。我要找他要个说法。他为何要血洗我的客栈，杀我的店小二和那么多无辜的住客？景公子，暂且放下个人恩怨，以大清国的利益为重，请你帮我送到广州镇海大将军府上，待我们救出方大人之后，你再找他算账如何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们走。都是我的错。如果当时不是我轻信了那个贱人的话，我认为方大人是绿林劫匪，小娇就不会死。我不该，不该去医馆去找大人询问。是你带杰来的？谁让你去医馆找的大内侍卫？他说他叫敏豪。谁是敏豪？他是我的亲孙，没想到他竟然出卖了我。敏豪叫小婉去驿站找吉恩，那说明从京城到这儿所有的驿站都有他们的人。只要我们找到驿站，我就能找到吉恩。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镇海大将军，让他派兵找到吉恩，救出方大人。走。我们走。大内侍卫总管，你深夜到我将军府，不知有何意图？难道大将军连和硕公主都不认识吗？你是和硕公主？回大将军的话，我不是公主，我是公主的陪嫁侍女。啊，那公主呢？公主和方大人半路与我们分道扬镳，没有与我们同行。快！情况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他们好像有事要发生，不然门口不会囤积那么多兵。大将军会不会知道我们遇险，准备派兵救我们？他知道你今日到达广州吗？我们日夜兼程赶路，比原定日期提前了3日，他理应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。大将军应该知道，和硕公主他们去哪儿了吧？哼，笑话，我怎么知道？他们去了一家五站道馆的客栈去休息，而且那客栈是你大将军开的，对吗？哼，客栈本来就是住人的，那么多的客栈他们偏偏不住，却住了你大将军的客栈，还让我扑了个空。等我去的时候，让公主给跑了。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去就来。我想听听大将军的解释。大将军知道我在客栈抓住了谁吗？方清文。是不是让大将军很失望啊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，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要因为太后给你小小的权力，就在我大将军府张牙舞爪。大将军既然知道是太后的懿旨，还敢在这里勾结乱党，意图谋反？来人呐！
情况怎么样？吉恩把大将军杀了。什么？吉恩竟敢杀害大将军？此地不宜久留，跟我走。走，快，快！快快！这边，留下公主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放了方大人，我也可以饶你不死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追不过来，对不起，那个达内侍卫叫什么？他就是吉恩，他有身边的红人，他就叫吉恩。我一定会为小德还有小婉报仇，我也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我先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。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到哪里才是安全的。整个广州城都没有皇上的人吗？我知道去找谁救方大人了。谁？去袁司找杨大人，他曾经给皇上上过密折，说他支持皇上维新。行，事不宜迟，走。走。你们找谁？带我去见杨大人，我有急事找他。啊，里边请。您二位是？您可是杨大人？正是。我是和硕公主，她是我的贴身侍卫。吾皇万岁，下官见过公主。杨大人免礼。公主怎会突然凌驾下官府邸？我有事情，请你帮忙。哦，何事？请讲。杨大人，皇上曾对我提起过，你曾经给皇上上过密折，说支持他维新。是。现如今朝廷中的老臣们将支持维新的大臣扣以乱党之名逐个杀害，皇上为保方大人之安，让我与镇海大将军之子和亲，将方大人送到广州。不过公主和方大人刚到广州，朝廷就派大内侍卫过来追杀，方大人也不幸被捕，我们想找大将军来营救，
可没想到他也被杀害了。形势所迫，我们还希望杨大人出手相助。公主要下官如何帮忙？帮我们救出方大人，送我们离开。公主放心，下官定会出手相助。多谢杨大人。今天天色已晚，二位先下客房休息，等明天一早我们再商量营救之策。好，送公主二人下去歇息。嗯，二位跟我来吧。我们有了杨大人相助，定能将方大人救出来。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？你没有看到杨大人父子他们的眼神交流吗？我没看出什么异常啊。你先休息吧，我去打探一下。爹，您真打算帮那公主营救方大人？违心失败，大势已去，良禽择木而栖。我怎么可能拿我的身家性命去帮助公主和满朝大臣作对？那您的意思是？现在想安身自保，唯有暗中斩断祸根。我明白了。为什么？杨大人要杀我们。他为什么要杀我们？我刚刚在门口听到他说要悄悄地杀了我们才能置身事外。真是个奸诈小人。杨大人已经不是当年的杨大人了，快走，快。我将皇上托付给我的事情办好，让吉恩抓走了方大人，还害死了小婉、大将军，还有未曾谋面的夫君。现在连杨大人也要杀我，这不怪你，只怪这个世道。皇上和方大人想要改变你口中的世道，可谁曾想到会因此死了那么多的人。不知道现在方大人在哪儿，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可以找谁，我应该怎么办。我们去青帮找彭爷帮忙。彭爷？彭爷可靠吗？我们是莫逆之交。大人，要不要请那个新提拔的廖东出兵，全程缉捕他们？这样，即便太后怪罪下来，也追究不到我们头上。不行，这个人未必靠得住，他连大将军都可以出卖，还是慎用为妙。让他听候我的命令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能轻举妄动。那我们要如何抓捕违心乱党？引蛇出洞。彭爷，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如我刚刚所说，彭爷能不能出手相助，帮助我们找到方大人？当然，义不容辞。谢彭爷。
哦，你我之间不需要客套，要不是你的几次舍命相救，也没有我今天。彭爷又何必提起此事啊？我铭记于心呐。还有得知其他乱党下落的，速速来报，本官赏银五百两。方大人是违心变法的倡议者，亦是大清朝维新的希望，绝不能让他遭遇不测，要想办法救方大人才是。这样的，我们回去召集学堂的学子，想办法营救方大人。走。别说我们不知道，就是知道方大人的话，就是。彭爷。彭爷，彭爷，找到方大人的下落了。在哪儿？方大人被绑在老街的戏台前，几人说要将他示众三日，三日后问斩。这个吉恩竟然如此羞辱方大人。吉恩的目的不是羞辱方大人，而是想借方大人引我们上钩，将我们一网打尽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们不救方大人了？当然要救。程可，我青帮众兄弟都由你调遣。我不想因此事让朝廷剿灭了青帮，让青帮毁于一旦。为了正义，为了方大人，就算被灭了也在所不惜。彭爷，我黄成可来日相报，算我一个。好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听我说，方大人您倡议私人兴办工厂，开办新式学堂，翻译西方书籍，传播新思想，创办报刊，开放言论，废除一切科考八股文等维新新法，被奸臣诬陷成乱党，被官府抓捕，三日之后即将被处决。我们这些饱读诗书的红儒学子，难道你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处决，被斩首吗？不能不能不能，我们要救方大人。救方大人，我们救方大人。方大人不能杀，方大人不能杀。大人，各个路口该安排的人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只要他们一出现，没有人可以跑得了。好。
方大人，快走！彭爷，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。彭爷，这是方大人。方大人，里面请。这……哦，方大人，您还有什么顾虑吗？承蒙彭爷派人把我救出来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可在下不忍心再连累彭爷，一旦我跨入此地，必将给彭爷带来杀身之祸。所以啊。还是不亲的好。方大人，你不必如此顾虑。你推行新法，拯救我民族，我青帮上下岂能因惧怕祸事而寻求自保呢？彭爷之恩，在下无以为报。如有一天，你能将维行新法推行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彭爷说的没错。彭爷，在下绝不辜负皇上、公主和诸位的期望。本想用方清文将这帮维新乱党给揪出来，去背你们这帮没用的废物，将他从你们手中掳走了。发统！都怪那些无知学子捣乱，让我们误以为是乱党，才被黄成可钻了空子。查出助皇城可逃脱的是什么人了吗？不用查，他们是青帮的人。青帮的人？你确定？我看到他们身上都有的青帮纹身，确定是青帮的人。青帮的势力在广州很庞大，单凭我们大内侍卫无法与其抗衡，看来还得动用大将军的兵力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找大将军？随我去青帮抓人。是。黄成可怎么还不回来？他会不会已经……我有九条命。黄成可，你受伤了？一点小伤，没事。我扶你坐下。坐。老夫方清文，感谢素昧平生的英雄冒死相救。方大人，在您面前，我愧不敢当英雄二字。您为了大清，不顾个人荣辱安危，推行新政策，乃是真英雄所为。唉，在我心中，方大人、彭爷、黄成可，你们皆是英雄。这件事他们很快就会查到和青帮有关，所以我马上安排船只送你们离开。好的。周迅。彭爷，你马上去戴爷那儿，让他无论如何今天安排船只送他们离开。是。哎，周迅，找到船只后马上回来禀报。是。彭爷，官兵来了。赵旭，带他们从内堂暗门离开，将他们送到戴爷那里，让戴爷安排船只先行送他们离开广州。是，那我们走了。你怎么办？放心，
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。那我们就先行告退。不必客气，快请。请请。好，走。保重。保重。不知各位军爷来我青邦之地所为何事啊？哼，交出公主和方晴雯，我保你青邦在广州继续发财。如抗命不交，我今天就将你们青邦从广州削去。我不懂这位军爷在说什么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来人呐，在进去给我搜。是。命你马上安排船只送他们离开。他们是什么人？好，我这就安排。你们稍作休息啊。赵旭，来。大爷，你赶快去官府告诉他们过来抓人。是，快。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日落就送你们上船。好，谢大爷。还有些时辰，我命人安排你们回房休息。好。来人，在带他们回房休息。是。几位请随我来。报告堂主，官府以青帮诸乱党逃走之名，派兵剿灭了青帮总舵。那帮主呢？帮主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。大人可是要捉捕黄成可等人？你是何人？我是青帮分舵大爷的人，他让我来通知你黄成可、公主、方大人三人的下落。哼，
我就喜欢识时务的人。出卖我们！哼，为你们，哼，不值得搭上我自己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乖乖的束手就擒，休想！你们先走。兄弟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现在在疗伤啊！现在在疗伤。哦，好。好啊！我以大清朝公主的身份命令你放开我！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！还真把自己当公主了。当年要不是太后笼络你阿玛，收你为养女，你有什么资格自称公主？哼！可是现在，你阿玛已经死了，你对太后已经没有用了。太后本想善待于你，可谁想，你却勾结维新乱党，祸害大清。哼！太后对你十分的失望，已经对你的公主封号撤销了，并颁布了懿旨。对你杀无赦！杀无赦！杀了我，你如何向皇上交代？哼，这个用不着你管。沿着岸边给我搜，有消息立马来报。是。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放开我！你个吃里扒外的狗奴才！闭嘴！走，我定让皇上砍了你！怕你这辈子都见不到皇上了。走。前面就是孤儿会了，到了那儿可能会有郎中。快点！哦，进去！你个混蛋！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。
你是逃不出去的。本公主既然被你们抓来了，就没想过要逃。不就一死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可舍不得你死，还要用你引出你的同党呢。你混蛋！哼！大婶，我们家主人病了，可否让我们在此借住一晚？可是我们的孩子得了瘟疫，为了避免传染给你们呢，你们还是另外找其他的地方歇脚吧。这，你是方大人？真是你啊，方大人！你们是如何认识老夫的？方大人，我们是广州学堂的学子，是您维新执法的拥护者。既然这样，我可否恳请诸位一件事啊？方大人，您请讲。给我们三个找一个安身之所，让我们在这儿借宿一宿啊！谢谢。这样，来，毛姑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。那天晚上我们要去营救的方大人，能否让他们住一下？既然是方大人，行，那就随我到后院吧。多谢多谢，走走。方大人，请。他受的是刀伤。快把我的药箱拿来。好，你们还是去外边等着吧。好啊。对了，赵旭，趁着黄成可在这疗伤，你现在出去打探一下公主的下落，如何？好。啊，方才听你们说，去营救过我。是的，那是前几天在戏台前，我们得知三日之后处决的是方大人您，我们就召唤学子当晚前去营救你。没想到人没救出来，随我们同去的学子们，有的当晚就被杀了，有的也被抓了入狱。我们三个没有办法，只能躲在这里。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呢？是因为方大人您召唤了我们的希望，我们希望方大人的维新之法能够唤醒更多的人。嗯，我只知道推行新法，却不知道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！方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在广州学子中，您就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，给我们力量和希望。要是朝中也这样对待维新之法，那该多好啊！方大人，新法不一定非要在朝廷当中推行，在我们众多学子当中也可以推行。待我们的学子在科举中入仕，一举高中，做了朝廷的官员，自然就会推行我们的维新之法。对，说得好。公主在哪儿？公主叫吉恩大人带走了。成哥兄弟，你醒了。他们是支持维新之法的学子。公主呢？方大人，公主被吉恩抓走了。什么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救公主。赵寻，我去救公主，你留下来保护方大人。如果明天落日之前还没见我跟公主回来，你就连夜带方大人离开。你不能去呀！作为一个男人，连一个女人都救不了，谈何拯救国家？可你现在的状态，谁也救不了啊！没事，我跟我师父学过一手，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刀伤。放心吧，
没事儿。饭马上就好。做粥了。哎。快点啊。哎，好嘞。吃饭了啊！哎呀，还饿死了，终于下岗了，饿死了！快吃点。姐，这肉是什么呀？是大马的，布莱斯。等。哎呀，今儿吃什么呀？看一碗。哎呦，饿死了，吃点。是我。
怎么来了？你不要命了？如果连一个女人都保护不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走，快，快！公主，恭候多时了。走。嗯，皇城可，好啊！本官命你乖乖的束手就擒，不然就杀了公主。皇城可，你别管我，快走！大人，时辰不早了，黄城可能不会回来了，我送你上船吧。我不走了。为什么？城可说的对呀，连一个女人都拯救不了，谈何拯救国家？方大人，黄城可至今未归，肯定是营救公主失败了，我猜他八成是被捕了，所以你也不要留在这里冒险了。你一旦被抓，我们的维新之愿可就无望了。学子们会替我完成维新之法的。大人，好了，老弟，你就别劝我了啊。如果你真想帮我，就帮我去打探一下公主和黄城可的消息。我，如何？好。都是我连累了你，要不是当初我求你帮我，你也不会落到今日的下场。这是我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你流血了，伤得重不重？没事的。你受伤了，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放心，我没事。他们会以乱党之名处死我吗？对不起，我毁了你的一世英名。虚名何惧？方大人也说过同样的话。方大人他逃走了吗？这个时辰，方大人已经离开了广州。我也算没有辜负皇兄的托付。听说皇城可和公主明天就要被总管处死了。明天总管要是不处死，我就去杀了他。竟敢给我们下蒙汗药，害得我现在还昏昏沉沉的。可是，这种人就该杀。看一看吧。好，太慢了。看这个，看看，拿到嘞。
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不过还需要几位去冒个险，你们愿意吗？义不容辞。好，来，你们听着啊。嗯。哎，站住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想进就进。这不是就是驿馆吗？哟，好大的口气啊！这儿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？我是来找吉恩大人的。凭你想见吉恩大人？我告诉你啊，是方大人让我来找他的。你赶紧让他出来见我，我时间很紧的。等着。大人，你找我？你就是吉恩大人？嗯。方大人让我给你送封信。信呢？给我十两银子。方大人说了，不给银子，不给信。清文要用他的命来换皇城可和公主的命。在哪儿交换？转角楼。那我们就布下天罗地网，让他们插翅也难飞。好，就让他们插翅也难飞。乱党吉恩偷盗太后金牌，擅自将来广州出嫁的和硕公主抓捕，意图挟持公主谋反作乱，被方大人发现，然后竟然追杀。今日大人召集大家，三日之后到广角大楼集合。我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方清文为了救你们二人，提议明天中午在广场用他的性命来交换你们二人的性命。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等抓住了方清文，将你们三人就地问斩。你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何必骗我呢？方大人好糊涂啊！方大人为何要？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救我们的方法？公主，明天小心。狗官吉恩又要乱杀人了！都给我住嘴！谁再敢议论国事，就宰了谁！吉恩，还不束手就擒！真的来了，先看看。大胆吉恩，偷盗太后令牌，擅自将上广州出嫁的和硕公主抓捕，企图挟持公主谋反作乱，被本官发现，居然追杀本官，以图灭口。今日我把诸位百姓召集于此，就是要将吉恩的阴谋公布天下，以防本官和公主万一遭遇不测之后，无人可以揭发此贼的阴谋，望诸位父老乡亲为我等作证。放了公主！放了公主！公主！放了公主！放了公主！再给我拿下！拿
杀了学生，我们真成了谋反乱党了！放开！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拼了！将军，方大人将黄成可和公主救走了。如何救走的？方大人诬陷吉恩是谋反乱党，发动百姓前去转角楼。吉恩怕我抢他功劳，只让我派兵，却不让我参与抓捕。现在惹了祸事，他也赖不到我们头上。那我们要不要派兵去帮他捉拿黄成可等人？不需要，功归他，祸自然也归他。我们只需静待结果就好。是。快！快！快！啊，公主！方大人，多谢方大人舍命相救。不不不，救你们的不是我，是百姓。要不是百姓，我们也无法得救。换好衣服去码头，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离开广州即刻去香港。来，等会儿穿外衣。啊！哎，好，快走吧。走，走，走。留下两个人在这看着。跟上，跟上，走，快，走，快，走，快，快！快，你们带学生先上船，好，离开广州。快点，方大人，你带学生先走吧，我留下来。哎，公主，你为什么不走？我要留下来陪你。听我说，你先送方大人离开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我没事的。我一定会回来找你，快走吧，走，快点。那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，陈哥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快！陈哥，你为什么不走？我得留下来。杀！杀！杨天正！
夫人，今日我陪你好好逛逛。嗯。